叫 Alan 吴永伦，咁我系80后，系来自中国香港。我而家嘅职业就系动作指导同埋动作导演。你打我，你打手套。嗰阵时我记得系1999年 TVB 有一个动作特技演员训练班，当时我考咗入去，跟住就响里面训练。咁我响 TVB 做舞狮嘅时候咧，就做咗8年。其实我基本上大哥嘅电影1999年之后嗰啲我都有参与啊。嘅海报咧就系我哋之前拍过咁多电影里面嘅海报，有呢个《新竹 Good Story》《功夫之王》。大兵小將、功夫夢，咁呢啲電影裏面咧，其中我都有參與嘅。我唔知道點樣話俾你聽，做龍虎武師嗰個辛酸，我受過好多傷啊。其實我之前拍《趙氏孤兒》有一個動作係差唔多2-3樓咁高咧，就要做一個反應搭落嚟，但係咧下邊咧係乜嘢都冇。咁嗰陣時個指導，喂，得唔得啊你？跟住我做緊啦。嚟啊！然後我個心裏面係好驚，你知唔知啊？我記得嗰陣時搭落去嗰陣時咧，佢係鋪啲沙咁高，1、2、3，砰一搭落去，成個沙有個人印喺度，旁邊有好多嗰啲遊客，嗰啲遊客見到我做一個咁危險嘅動作咧，跟住就哇拍手掌，跟住我自己你明白嗰陣時仲喺度嚇扮曬好似好犀利咁，其實自己都好驚嘅。好 OK， 好小心，好哇。我是2006年就開始嚟內地拍戲，因為我看到香港的市場慢慢萎縮，同埋內地的市場慢慢擴大。咁對於我哋年輕人嚟講咧，就係話個機會比較多。我啱啱拍完一部叫《攀登者》，對於我嚟講，我個壓力係非常之大嘅，因為例如吳京老師，佢拍過好多動作戲，佢係一個前輩，一個好有經驗嘅動作演員。一喐，我接翻睇真。我要設計呢場動作，佢又中意大家拍出嚟嘅效果，咁樣你先至為之成功啦。其實你講做龍虎武師係好辛苦，問題你要去堅持。點解咁多年嚟一路都會堅持落去？就係每個人都有一個夢想，有一個英雄夢。我為自己嘅夢想去奮鬥。我覺得我是將中國香港以前老一輩的龍虎武師傳承下來給我那種精神，我繼續將這個精神延遲下去，帶過來內地，帶給我們現在新一代的成家班，他們是傳承下來給我們，我們要傳承下去給下一代。